我相信这相片内底应该有什么蛛丝马迹，会当找到艾薇。 小小，感情的代志是袂当勉强的。既然我都一定甲你做伙啊，那呢，我就无想要甲艾薇有任何交叉。假使我这边也是机会，那呢以后伊绝对会一直用死来威胁我，是甲我是袂安怎啊？小小，我毋是无情，是因为我无想要甲艾薇抱着任何希望啊。 你无想要让伊希望，啊，不过你嘛袂当让伊绝望啊！伊若是真正为老尾顶跳落来，咱两个是会后悔一世人的。我甲你敢讲伊幸福？郑凯，先听我的，咱两个想办法甲艾薇按耐落来，咱坐来好好啊讲，看要有啥物办法来解决嘛，反正阁有机会，劝艾薇想会通啊！郑凯。 叶小秋，我得袂到的，什么人拢不准得到。应该就是这。哦，郑凯，这座大楼呢，到底是怎样啊？你先别着急，咱个比对一下。哦。 我甲打电话去啊！安怎？也是不接。拜托，需要我你紧接电话啊！ 我的空中飞人秀秀，阿伟，你莫有话乱来，你先来，有话好好讲啊。要讲啥？讲你讨厌我，讲你搁记住我一遍，还是要讲我因为你去予人欺负？ 所以你无法度对我负责任，讲这是要创啥？就让我飞落去啊！我就留在涂骹，啊，不过听你讲，我等于是坐直达地狱特快车。那你得较好心的啊，让我平平静静飞落去就好。 你还冲我！你别管。